给香香吓的。你看他这个翅膀厉害死了，忽闪忽闪。看不了的就别看哈，看不了的就别看。有想云投喂的去私信六月老 GP， 去私信管理员。哎，香香去捉那只鸡了。香香说：“鹅我打不过，我还能打不过鸡？”香香可惊了，香香去找鸡，他不敢找鹅。哇塞，这个鹅厉害呀！他吓跑了，他吓跑了，他吓跑了。又一村给香香送的鹅，鹅给鸡报仇了。没有。